询问老师之后，在老师提供的方向中，才慢慢的找到创意影片要做什么。在活动当中，都会遇到和组员默契不好，导致很多事情要一直重做才完成，像是在实验开始的时候都没有讲好，所以实验数据整个都没有记录到，然后要重做。在这个活动中最有趣的地方莫过于我们在与外校交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互相分享我们的想法与意见，而对方也可以分享他们的想法与意见，我们可以互相融合我们的各种观点。这是我们的创意实验，因为可以以不同形式的方式去看到我们各种声音的变化，有低频率的、高频率的，也可以看到自己喜欢的歌的实体变化，让人很疗愈，所以我觉得很有趣。在拍摄创意实验时，需要将口罩沾水，组员们一不小心把水全部打翻，导致有点小淹水，嘴上还一直喊着实验意外，实验意外，非常的有趣。做实验时，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足，所以我们要自制架设毛发的工具，然后其中最困难的是要把雷射笔与动物的毛发对齐。自由落体的一些概念，但是在活动中让我更加了解自由，关于自由落体的观念，而因为碰撞是属于这学期还没教到的单元，但是因此也能事先预习关于因为碰撞的观念。我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可以靠自己制造成果，从查询资料，然后到想好创新实验，再到拍好影片，再给同学老师检验及外校同学检验，这些都要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去摸索跟完成。最大的挑战，因为之前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，所以有很多事不知道可以怎么做，比如计划我们不知道可以怎么安排好达成我们的计划目的，或者是影片不太熟悉可以怎么剪辑。我们遇到的困难是要去除光碟片上的印刷膜，然后我们使用胶带，可是一开始因为胶带粘性太强，所以导致光碟片上有许多残胶，后来我们拿了新的光碟片，然后换了粘性较弱的胶带，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知识都是从教科书上学到的，然后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后，什么都要开始自己动手，所以会学到教科书上学不到的经验跟知识。实验要很严谨去对待，如果觉得自己做的不完美，就要重新的去尝试，如果最后成功了就有很大的成就感，如果失败了也可以累积更多的经验。我们参加物理演示已经第三年了，每年报名的同学都非常的踊跃。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利用自主学习的时间让同学们来进行这一个活动，所以每周会有固定两节课的时间，所有的组别同学都可以聚在一起。那利用这两节固定的时间，各组就可以开始进行他们实验影片的拍摄，那甚至像还有一个阶段是同校同学的检验，还有请学校老师帮忙检验，我们也都是利用这两节课来完成，所以同学们的效率很好，而且完成度也都很高。谢谢中山大学提供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学生能够参与物理演示这个活动，每一周看他们热烈的讨论，认真的参与，还有尽力的完成每一个阶段的任务，真的是很令我感动。
而且给我感触很深的是，我们不用太担心学生，我们就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做，因为他们有无限的创意，还有无穷的潜力，真的是超赞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旭光高中物理演示队长吕芷嫣。一开始自愿担任队长，一直是想挑战自己，让自己尝试不同的职位，并增加自己的能力。活动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将主办方所要传递的讯息准确地传递给同学们知道。当同学有问题的时候，要仔细且细心地为他们解惑，解决他们的困难。在拍摄队长影片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邀请了外师与我们一同拍摄，但是因为语言的不同，所以使我们拍摄的难度难上加难。后来我们透过写稿的方式来传递我们想要呈现的方式，以及我们要拍摄的内容，成功地解决了此次的问题。活动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外校检验的时候，因为一开始我遭遇蛮多人的拒绝，有的是说有事情所以没办法帮忙，有的是因为有手机的时间限制所以无法帮忙。一开始令我很灰心，但是后来还是鼓起勇气一个接着一个的问，最终找到可以帮我检验的人。在视讯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大家都很友善，所以整个过程就相当的顺利，也令我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。我认为这次的活动提升了我团队合作的能力，因为我们要一起讨论出要做什么创意实验，以及要如何分工才能更有效率地去完成我们要做的实验。在老师检验以及外校同学跟同校同学检验的部分，则是提升了我的沟通能力，因为我们需要去协调谁要帮谁检验，以及跟老师协调时间请他们来帮我们检验。担任队长一职的部分也提升了我的责任感，因为我们要做比普通参与的同学更多的事情，以及我们要领导大家，所以提升了我这方面的能力。最后是每项任务都有时间的限制，所以要在时间内把该做的事情做完，也增加了我的管理时间的能力。要知道如何去分配时间，才能将学业以及活动兼顾。最后活动完成的时候，获得老师的肯定，也使我信心大增，成就感满满。大家好，我是旭光高中的队长洪佳慧。以下是我对于这次物理演示活动的心得。能参加这次的物理演示活动，使我的高二生活充实了不少。当初想要参加这一次的活动，主要是想要丰富自我的学习历程，以及证明自己不是隔三分钟热度的人。从一开始拍摄影片、剪辑影片，让我懂得如何面对镜头说话，以及剪辑影片的技巧，到后面与同学、师长讲解物理演示的原理，使我的沟通表达能力增添了不少。而这次最大的困难就是担任队长一职，因为这是之前没有挑战过的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刚开始的报名过程，那时候的我对整个活动的流程是不太熟悉的，于是我花了很久的时间调整自己，但后面可以回答到同学的问题，使我的成就感满满。在这次的物理演示潜移默化之下，也学习到了很多物理的知识，更结交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一次的物理演示活动，虽然中途有想过想放弃，但是我庆幸我撑过来了。旭光高中物理演示，大家好。